你好，你好，应该都系叫翻你施老板啦，个个都咁叫你噶嘛？唔系，我细个嗰阵时读书嗰阵时，个学校嘅校长咧，我哋叫佢做黄老板嘅。不过呢个唔系褒词，系贬词嚟嘅，所以我由细到大都惊惊地俾人叫老板。老板多数冇好人噶嘛，佢哋话系嘛？我成日觉得系。叫親你老闆嗰班唔係好人嘅，通常就係食完飯叫你老闆，即係叫你找數。我好少找數嘅，即係通常夥計收入好嘅時候咧，梗係佢請我食飯。孝敬翻你啊嘛，帶你賺錢。我如果我同夥計找數嘅時候，即係日子唔好啊，咁日子唔好，咁一齊食飯，咁我話幫你找數啦嚇。日子好嘅時候，梗係夥計請我食飯噶嘛。因為你請食飯唔放好嘢，都係我請我請你食飯好啲啦。咁啊，阿先生啊，你記唔記得咧？就我哋今年5月20日啊，嗰陣時咧就又係同一個地點啦。嗯。啊，貿發局嘅另外一個活動叫創業日。嗯。嗰陣時咧，我哋就揾咗你上嚟啦，我哋傾偈。咁啊，梗係講下你啲創業心得啦，仲有係點樣經營之道啦。咁我臨尾就我收到風啊，知你準備派錢，咁啊，梗係。幫你賣下廣告，派點會派錢？係啦，即係支持政府有錢派，你嗰啲唔係派啊？唔係派嘅，係咩？投資啫，投資啊！人哋話你都係創業基金人，俾啲後生仔或者有興趣自己出嚟搞嗰啲人一齊玩下。我覺得有少少就係你政府講來講去都唔夠膽啊！等我嚟啦咁啊！你又總數有2000萬，就嗰陣時我記得咧就話最高咧就500萬一份啦，我仲計下咦？最多得四份我仲問你，如果得嘅時候會唔會拎多啲啊？睇下啦，都可以咁。喂，其實而家五月啊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都半年噶咯。嗱，如果喺政府嚟計咧，就應該仲未推出嘅，通常都有排傾噶嘛。咁你啊，你嘅情況係點樣咧？我咧就好似五月嗰陣時啱啱係啊，有個理念嚇，係啊係啊，咁就撥錢出嚟好快嘅啫，跟住咧就搞咗兩場自己搞嘅，即係創業嘅須知嘅研討會，咁啊，然後咧就開始喺網上面啦。當時咧派啲申請表嘅，照我所知，因為我冇負責審閲嗰啲申請嘅，有個小組去搞嘅，都收到過百份嘅申請表噶啦。不過啲同事好似幾謹慎，到依家為止咧就批咗4份啫，批咗4份，多嘅咧都係300多萬一份，少嘅咧就幾廿萬啫。幾廿萬都唔錯咯，因為好似青協嗰個係10萬元都好多人好著弱噶咯，又係試啊，師生你啊，即係而家10萬元就創業就好難。即係好少好少呢啲就得，我自己創業就好少嘅啫，5000元2份，我同我 partner 一人5000元，不過預咗50000嘅，出咗頭嗰5000之後咧，就以後都唔使出啦。係啊，但係你嗰陣時自己銀袋每人5000喎。係啊，因為我哋得一人50000加埋咧10萬，梗係死慳死抵啦嚇。係啊，慳住使啊。Office 都係。在人哋嘅 office 嗰度借張台，兩個人一張台，一個有得坐，一個要出去跑，逼你出去跑，輪住出去跑。嗰陣時你就係做緊地產代理。都係地產代理。不過焗住跑都好喎，一張原來依個都係一個計嚟。係啊，單凳仔坐隔離嘅，如果翻到嚟跑完仲未夠鐘翻屋企啊嘛，翻嚟揾張折凳坐喺度咯。即唔好意思啊，兩個坐喺度眼望望，咪又出去跑啦。有冇生意其實睇你跑唔跑多過睇你坐唔坐嘅啫。坐喺度睇 file 啊，包你冇生意。坐喺度打電話嘅咧，就生意機會多啲。好啲嚇，係啦。打開個 file 揸支筆寫下寫下，唔知寫乜嗰啲咧，你啊如果個夥計係咁咧，如果你創業期間咧就喐咗佢都唔怕啦嚇，因為生意間同人做噶嘛，你不斷地同人接觸先做到生意噶嘛嚇。係啊，啱啊，因為有好多人就係啦，就係打工嘅時候咧就想習性，到到自己咧諗住，我實得噶啦，成日怨個老闆又咁又咁，又飯都唔請我食一次，不如自己出嚟開檔啦。到開檔嘅時候咧就自己用翻平時打工嘅心態咧，這個就好弊咯。我哋
燒豬都唔切噶，切咩燒豬啫？燒肉都有夠啩？冇啊，邊度有啊？我拉尾開鋪啊，自己開分行，我啲同事話又話要切燒豬。最初嘅時候我話你要切你自己買啦。啊，切嚿燒豬同開鋪有咩關係啫？意頭嚟噶嘛？佢哋又話要揀日子喎。係啊。嚇、啊！我裝修完啦，即刻開啦，係嘛？嘥曬啲時間。如果你仲揀日子，邊日叫好日啫？你好日你自己做儀式，你中意做做到夠。我就俾咗租嚇，俾咗裝修費，就第一時間開。嗯。嚇、啊！因為一開使乜揀啊？你交咗租，其實就即刻開工啦，就即係。嗰度有生意班就最好日子啦。盡其用啊嘛！你已經創業資源少啦，仲要揀日子等個好日。嗯，嗰陣時幾多年啊？你如果係講翻1978年。1978年嗱、啊，我哋成日講咧，咁啊七八年嗰陣時候，咦，本來你可以打工㗎，有好多時咧，有人話創業咧就係雄心壯志，咁啊發達㗎喎。但係依幾年咧，好多時候。有陣時候真係麻麻地啦，創業係被迫創業啊！你嗰陣時係屬於邊類咧？我都係走投無路先創業嘅啫嘛。即係如果你有份工好地地，即係如果嗰年我老闆加多我三嚿水，我都唔走噶啦。你本來幾多？啊、你本來幾多嚿水先？我就算好彩，不過我有做嘢，就因為加完人工我先條氣唔順嚇、啊。未加人工之前咧，就努力做，努力做。一往情深啊嘛，不過痴情枉縱咁解啫，因為初初打工梗係以為盡曬力做好啲，等老闆睇起你嚇。咁啊，實際上嘅情況咧就係打工最大嘅唔好處咧就係報酬同貢獻不相稱啊，比較被動啊。因為報酬咧佢就唔係睇你嘅貢獻嘅，睇你呢類人。在人力市場上值咩價，即係用人力市場的平均價咧嚟衡量你，所以咧你做得超越一般咧嚇、啊，你以為 outstanding 咧嚇、啊，老細就會俾特殊嘅報酬你，大部分情況唔係嘅，老細就俾一般嘅報酬你，所以好多人咧最初諗住有特殊表現，希望有特殊報酬。年尾加完人工咧，就心都灰埋嚇，謝曬啦嚇！哇，原來做多咁多都係加多少少嚇、啊，因為我打工頭嗰三個月話、啊、我已經係幫公司賺多咗數以百萬嘅，因為我都唔係做嗰份工，我做影印嘅啫嘛，我做 messenger 嗰陣時都係地產公司，地產公司。佢叫我影份價錢單，即係佢有個新盤就嚟開，咁啊影份價錢單，因為我嗰陣時出嚟做一間乜都學㗎啦，叫我影嗰啲嘢，我多數睇兩眼嘅嚇寫乜啊嘛，咁啊價錢單睇都冇用啊，因為好多數目字冇連帶關係，睇完唔記得啊嘛，所以我咧就好想睇下人哋點定價嘅，點解有啲高啲，有啲低啲。所以叫我影印嗰陣時候，我撳多咗一嘢，嚇、啊！撳多一嘢，撳多張。係撳多張做咩咧？就攞去做市場調查。哦、我亦自己全講。自己去 check 下嗰陣時唔識，唔係炒樓冇錢炒嘅，不過就想睇下公司點定價。嗯。咁啊，星期六放工咧，就揸住份價錢單就去地盤嗰個實際視察啊嘛。去到地盤咧，我諗住入去。爬上啲樓睇下啦，點知地盤門口個康監唔俾我入，因為我去咗間公司都唔夠三個月，試用期都未滿。嗯，佢話你嚟做咩？我話我總行派嚟嘅，諗佢似佢自己高大。佢話冇喎，我從來唔知總行有過呢個人嘅喎、哦啊，又冇人打個電話落嚟，你唔入得去㗎，我哋唔俾人入去㗎。咁、嗯。如果一般人，冇得又算數啦，第日叫上司寫張紙、啊、我就冇咁快算數、啊、做人冇咁快放棄啊嘛。你前門唔俾我入，我就走後門啊，後門都冇啊，得個門，我爬圍街板入去噶。冇嗰啲看住嗰啲門口狗喺度咩？冇、okay ，一星期六日冇人啊，就爬入去睇咯。
咁啊揸住張價錢單獨行到上去睇，啊，我死好命，俾我法國公司定錯價，我其實未做過商界嘅嗰陣時，做咗幾個月，拎仔一名，係啊，幫我一尾狗蛋。啊、即係我咧係相信自己對眼多數多過相信權威嗰啲人、啊、你寫還你寫，我還我判斷、啊、即係我揸住份價錢單同隔離其他啲樓盤啊，同啲二手樓嗰啲價錢比咧，我覺得公司嗰個定嘅價錢係過度保守，應該有十零個 percent 可以加。咁啊，哇得米啦！我話呢次俾我發現可以幫公司賺多啲錢。因為係俾我發覺佢定低咗啊嘛，如果係俾你發覺話佢定高咗，冇用噶，唔通你同老闆講，你收貴啊，我賣咁貴啊，賣平啲好啊，老闆啊，睬你都嘥氣，我而家就想賣貴啲啊嘛，嚇、啊，鬼唔知賣平啲賣到咩嚇，咁、啊、我而家係可以話俾佢聽，賣貴啲都有機會賣到啊嘛，所以我話呢次機會嚟啦，我翻去留夜寫個報告俾老細先。哇，得啊！但係。老細欣賞啦、啊，啱啱做嗰行唔夠兩個月，啊，商業報告點寫啊唔鬼知喎，諗住問一下啲舊同學啊，買本書睇下，嗰、那個睇得嚟都蚊瞓啦嚇。第一時間，啱啱如果你發現你唔講，過得兩日俾其他人發現咗，冇用啦，冇用啦嚇、啊，所以唔理佢點寫啦。我記得細個讀小學寫信啊，最緊要開頭啊，親愛的啊嘛，咁我話親愛的老闆開始咯嚇、啊，有乜有碗話碗，有碗有碟話碟啦，一味真誠講曬佢聽。係啊，咁寫完之後咧就攞翻公司交俾邊個咧？交俾頂頭上司唔掂喎，因為嗰份報告完嗰份價錢單佢提議俾公司噶嘛，你知篤爆佢啊？係啊，唔通同佢講喂？你錯咗啦！你嗰份報嗰份價錢單唔得㗎，我份仲正，你同老細攞個換過呢份啦，唔掂㗎嘛。佢換咗個名啊，會當係佢交上啦。咁、啊、所以我諗住一不做二不休，交俾大老細。哇！超越飛咗佢啊！飛去。但係大老細唔見你㗎嘛，你個僆仔嚇做 messenger 想見老細同秘書約，秘書都唔睬你啦嚇、啊。嗯。咁唔見，諗住佢都唔會見我。我去停車場撲佢㗎。哇！你都夠好嘢啊！咁先交到俾佢啊嘛，所以交到俾佢，後尾佢再揾人研究啊，覺得真係有條件加，所以幫公司賺錢。古仔又唔講唔長啊，即係幫佢賺完錢之後加咗幾多人工咧？我原本就七嚿水。嗯，諗住起碼都起碼我諗住都分翻唔少啊，有花紅分啊。後尾同事話你啊想啦。經理都冇得分啦，要董事先有花紅分嘅。我諗住冇花紅都加多啲人工啦。佢中意加你幾多？佢話個人事部話俾我聽，全公司加得最多我。不過 in terms of percentage 係啊，比例又加得最多。啱啊，一七百蚊咧就加到1,100蚊。哇，好好啊！哇，50%+喎、啊。但我計計，我幫你賺多咗咁多錢，先至加我，加到我子子孫孫都未加完啦，嚇、啊。咁所以咧就即刻謝咗啦嚇，本來好勤力，主動去做嘢，諗住哇咁樣蝕張喎，唔好做咁多。但唔好做咁多又覺得仲唔抵啦，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嘛，冇理由自己啦，冇理由有能力唔發揮就驚份人工少就即係俾得唔抵就唔做嘢，做少啲，做少啲就嘥咗我啊嘛。係啊。所以呢樣嘢係逼我出嚟創業。創業最大嘅好處咧，就做幾多攞幾多。不過要記住啊，蝕幾多你受曬嘅嚇，冇人幫你蝕嘅。所以創業咧，緊張啊、好處咧就係你可以攞到所有嘅成果，不過都要承受所有嘅責任。咁、嗯、另外咧，創業咧你又可以自己揸 fit， 係嚇，唔使淨係聽上司俾人點。嗯，啊，所以。我出嚟創業咧就性格使然嘅啫、嗯，即係我呢個人咧就中意自己行，我行我數嚇，會俾人困住嘅、嗯。又中意即係做幾多攞翻幾多，要半斤八兩先鋸嘅，咁啊唔鋸唯有出嚟創業啦。所以如果即係我出嚟做咧，原因就係覺得唔抵、嗯，覺得冇得發揮嚇。
又唔係話要做大老闆啊，要賺幾多錢啊，嗰、那個係後期先至出現嘅事嚟嘅。係、嗯、啊，但係當時咧，即係通常有好多人咧就係、是。諗住創業啊，嗰下一時之氣啊，但係會諗清楚啲咧。有陣時可能三心兩意都會有。有啲人就話，我記得即係有講過就話，創業咧一定要咧就係破釜沉舟，就勇往直前㗎啦，冇得翻轉頭嘅。你當時有冇諗過即係 plan B 咧？我就冇咩叫破釜沉舟，我 partner 就有啦。嗯，因為我本身咧就中意讀書唔中意考試嗰啲人，最唔中意就做功課。咁啊，所以成績啊唔方好啊，嚇、啊，不過唔代表我冇知識，嚇、啊，只不過先生俾錯分咁解啫嘛。問題喺佢度。嚇、啊，咁佢搞錯啫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讀到中學嘅啫，我 partner 咧就讀到大學嘅嗰、那個70年代嘅時候好好、啊，讀到大學嗰啲都唔錯，佢喺大機構做到經理啊嗰啲。我就低級啊，所以冇咩放唔放棄嘅。佢咧就放棄高薪厚職，就同我一齊創業。佢真係破釜沉舟㗎，佢將張大學畢業證書都燒咗佢㗎。哇！咁即係以後唔揾工啦嚇。咁激嘅，咁激嘅。佢自己燒定你幫佢燒啊？佢自己燒嚇、啊，我燒我承擔唔起㗎嘛。咁、啊、我自己又冇乜即係叫見步行步。做咪做咯，冇乜所謂啊。即係。橫掂都係零嘅喎，所以讀得書多難創業嘅、啊嗯、即係而家啲人咧就讀大學機會多咗嘛，讀完大學有條路你行啊嘛，你做專業人士、做工程師、做律師，有條路好清晰㗎啦。咁嗰條路好行，你冇理由去行創業，即係創業咧一定辛苦過打工嘅，係、啊嗯、即係如果你創業諗住唔辛苦過打工咧，你唔好創啦、啊、初生嘅公司咧都係要。付出額外嘅代價，你先有機會生存嘅、嗯，你諗住啊，我做老細，以後咪他他條，嚇唔使驚遲到，嚇、啊、可以瞓瞓晏啲，係啊，咁你就唔使創業㗎啦，嚇、啊啊，因為你會輸得仲多過出糧。係啊，嗱，但係先生，我聽你咁講啦，嗱，你有一樣嘢，其實你嗰陣時啲性格就即係係有，其實而家喺你夥計之中，其實好多都係咁㗎喎。咁你又點睇咧？而家你係老闆。唔係我歡迎佢哋出嚟創業㗎、嗯。我成日同佢哋講，有毛有翼仲唔飛，阻住個地球轉啊！後生仔，係嘛？叫佢出嚟。梗係啦，幾多師弟、徒子、有阻住啦？都想上位㗎嘛，嚇、嗯！咁、啊嗯、我話你點解唔出去咧？咁當然佢話：哇，跟住我度，即係又有品牌。又有好嘅報酬制度，又有後勤支援，咁穩陣啊！因為咧有我下低啲好多 sales， 即係做交易佢就叻嘅，但係創業咧就要比較全面嘅、嗯，即係你即使接到生意，但做你嘅公司咧，你一定係財務又要 OK， 人事又要 OK 嚇，法律啊各方面，各方面都照顧到。即係如果你係創業咧，有一份特別弱嘅咧，嗰份嘢遲早累你嘅。所以你一定係創業嘅人咧，要比較平均啲嘅，要 common sense， 即係要 general 一啲嚇。即係一般性嘅知識咧，就好過專業知識嘅。嗯，所以公司最大嗰個職位咧叫做 general manager， 乜都知，唔、啊、係professional 只係得一範啫嘛，專咧一定係集中，就識一範就唔適宜創業嘅，創業咧就範範都識啲、啊、所以周身刀、武將你嗰啲就適宜創業，有一範特別強嘅咧，佢其他啲範可能就唔強，就爭啲啦。喂，但係先生啊，好多人咧做生意咧就做下做下咧就身痕嘅。啊，依範賺到錢，以為自己叻嘅咧就會見一樣咧就做一樣，就算係冇脱離本行咧都好啦，都會咦，既然人哋咁好，咪自己做埋發展商啊，一陣咧就賣埋建築材料啦，乜都做齊曬。你就係咪由第一日開始做地產代理？到到而家做地產代理，你中間都試過咧？當然都有做其他，但我一早咧就講明獨孤一味，
即係你淨係做一樣，集中做一樣咧，你會做得好。咁我嘅準則係咩咧？乜嘢時候你可以做第二範咧？你要喺自己嗰行先做到一個先嚇、啊。你自己嗰行起碼做到 market leader。你證明你是可以做領導者了、你才好去做第二行。你自己做開那行都是隨大流平平無奇，市好又有少少盈利，一個浪冚埋嚟，一個低潮就會淘汰的嘛。即是我說 做到行內一哥，一哥有什麼好處呢？就是遇到困難的時候，經濟衰退的時候，我話經濟衰退咧，即係大家排隊去死，你又可以排後面咁解啫嘛。死先啊！一哥就排後面，你哋啊死完死剩啦，咁梗有啲留低噶嘛嚇、啊，即係僧多粥少，死多幾個和尚，剩低嗰啲咪夠食咯嚇、所以就經濟唔好嘅時候咧，個個都會遇到困難嘅。不過你唔係最困難嗰、那個。咪等困難嗰啲死先咯，所以你變咗係先喺行內做到最好先。咁而家我有冇做其他生意咧？都係先咧搞好曬。係你自己，譬如做地產代理做得好啦，咁你咪上游下游睇下有啲咩嘢好做咯、如果做自己嗰行你都唔中意嘅，你入咗行，你係怨天怨地嘅，成日諗第二樣嘅，冇、好結果的。我初做地產代理，撞到個朋友都俾人哋笑話噶，幾傷啊！話佢撞到我話啊，施永青好耐冇見你，你而家做乜嘢啊？地產咯。我話而家做地產經紀咯。佢話：哎呀，地產經紀你都做啊？同扯皮條差唔多嘅啫喎。哇！我話死啦，淪落到此添嚇。咁、但係如果你人哋一話你，你就唔做或者轉第二樣。我諗下自己都冇乜嘢可以做。以前喺地產發展商嗰度做，冇得做地產發展商噶嘛，要買地你又冇錢，點買地啊？你唯有攞自己嘅知識啊，去服務人嘅啫，所以只能夠做地產經紀、地產代理嘅啫，嚇、咁唯有話，既然呢行社會地位咁低啦。慢慢做好啲，改變人啦。香港人咧就係好現實嘅嚇、雖然地產經紀做個民調地位都不高嘅，成日都同保險經紀差唔多，唔係排第尾就排尾二噶啦。大家又爭噶啦嚇。咁、但係我話你睇唔起我，我開間樓下即係樓梯底鋪間，睇唔起我啦嚇、如果我做得成個 chain 開大咗。嚇、行頭一哥嚇，咁、你又可能改變啊嘛嚇、所以我咧就費事怨天怨地啦。係、雖然呢行你睇唔起，我做好啲，做得好，做大佢嚇、慢慢對市場有影響，對社會有影響，你就會改變嘅睇法啊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一開始已經話好，我集中優勢，淨係做地產代理。到後期地產代理做好啲，我先至做埋測量估價，因為你買樓要做按揭要做估價，我咪揾啲測量師做估價啦嚇。有網站平台啦。提供啲資訊啊嗰啲啊，網上地圖啊。人事管理其實同地產代理冇乜關係嘅，不過咧就因為做法接近，都係做 agent 啦。係啊。所以就先都係做同地產代理有關嘅，做到一哥啦，做按揭啊嗰啲咯。但係主力而家我都係做地產代理，係啊，不熟不做啦。啊，後期做報紙啊嗰啲係好後期嘅事。啱啱啊，先想問你啊，因為一陣先問你啊。咁頭先你，我記得你嗰陣時係08啊，係啊，應該08年尾啊金融海嘯嘅時候，人哋問你點啊，點睇後市啊？我好記得你講就今次冰河時期啊，記得。係，咁啊冰河時期咁啊真係喎，有好多排隊咧就有啲死咗先，即刻就證明有啲人話證明睇錯啦嚇、因為我最初諗住金融海嘯咧就呢次大件事，成個資本主義制度都受衝擊嚇、以為唔容易好翻嘅，
咁點知全世界嘅政府一齊救市、啊、美國就 QE1、QE2， 保衞唔到嚇，攞、啊、成數以千億、萬億出嚟，中國都攞40000億出嚟救市啦。咁但係問題真係冇解決嘛，我唔算睇錯曬㗎，因為而家都係未解決嘅，歐洲、美國都冇解決㗎。歐洲仲結緊啦，啊，佢哋都係。個問題就係使大咗嘛，越使越大可能。碌爆卡唯一嘅方法就係儲錢還嘅啫，一係宣布破產一係、就節衣縮食，做多兩份。佢而家揾多兩張卡嚟再繼續碌。佢而家同第二個借多張卡嚇，咁啊越借越多，咁所以幾時爆煲嘅啫，所以你唔好當而家解決咗啊。我都唔敢當你講錯啊。最近。昨日前日股市升升1000點，你估真係經濟好咗？不過美國、日本啊、歐洲銀行啊、加拿大啊，全部一齊嚇、流多啲貨幣出嚟嘅市場，中國又減低嘅存款儲備金，咁啊放錢出嚟，梗係升啦、啊、其實中國啲存款準備金係下個禮拜一先出噶嘛。不過咧，佢話出市場上擁有資產嘅人，第一時間就有理性預期㗎啦，所以咪先將啲錢掉咗落去咯。咁所以我相信咧，如果而家救市嚟緊都係靠印銀紙，靠放多啲錢出嚟，所以資產價格可能會上升，但係實體經濟都未必好得去邊。嚇，香港算好㗎啦，香港因為有大陸啊，本土市場一自由行啊嘛，但係如果歐美，我相信都係冰河時期冇咁快結束啊。係啊，喂，阿先生嗱，好多人咧，有啲我見好多工業家或者啲實業家都好啦，做好自己一盤生意之後咧，就啊，即係有成功例子啊嘛，就會就算做咩生意都好啦，都唔會衰到去邊嘅。咁啊，通常咧會覺得咧，就有啲人話好享受嗰種創業由零，即係由冇照有嗰種感覺。你搞 AM730 係咪就係想啊？你哋搞報紙搞咁過癮啊！我就專係揾一個你話難做嘅，我就做俾你睇。我唔會揾專揾啲難做嘅去做。你估真係挑戰困難咩？我個策略係知難而退嘅啫嘛。呢、個挑戰困難未辛苦過嚇、所以嗰啲話咩挑戰困難啊？嗰啲係學校嗰啲先生先教嘅啫。實際做生意梗係。揀啲易做嘅做啊嘛，咁我做報紙，我就是因為睇到傳統報紙就越嚟越難做，免費報紙有個機會，我知道免費報紙易做過傳統報紙先做嘅啫，係嘅，因為傳統報紙咧，讀者老化，死一個少一個嚇。因為年青人咧，而家覺得資訊應該免費噶嘛，所以我見好多嗱，香港做報紙做得比較好嘅，以前就係蘋果啊、東方啊嗰啲啊嘛。但係即使蘋果啊，蘋果就每日都印住出紙幾多份噶嘛嚇，咁佢由30多萬份跌下跌破30萬，跌到經常28，而家有時24、25都有。咁即係話。其實讀者係越嚟越少，做得好嘅都讀者越嚟越少，嚇、咁我睇到有個趨勢咧，就係多人會睇。當時有份，我都唔係自己創嘅。你唔係第一份、有份《都市日報》。都市先嘅。我見到《都市》，哇，咁多廣告，我見佢又唔算做得好喎、啲內容嚇。咁淨係揸住個地鐵嗰啲派下。都咁多廣告嚇，咁、我亦都去，當然做之前都去了解嘅。我話地鐵佢中咗標，我有排都唔入得去。但我去過外國睇，韓國啊、西班牙啊，即係好多地方都唔止一份嘅。咁人哋唔喺地鐵都做得，咁香港應該唔喺地鐵都做得啊嚇。咁、所以我話應該有條件開多份。咁而家地鐵咧。淨係一條線，我就可以香港周圍都去搭嘛。地鐵又規定佢淨去地鐵㗎。係啊，係啊。咁啱啱有班朋友
因為我其實雖然叫做地產，我屬於即係八卦乜都做嗰啲嚇。平時做地產之餘咧，我都喺報紙寫專欄嘅，好多張報紙我都寫過。咁變咗咧就識得一啲記者啊，識得啲編輯啊，咁啊同佢哋打聽一下。佢見我打聽，佢話知道我有心做，即係做人都重要嘅，要有個品牌嘅。即係你嘅招牌好咧，佢知道，哎呢個老細跟得過嘅。係啊，冇衰啊。因為我對夥計基本上都 OK 嘅，嚇啲夥計有得分啊嘛。係啊。咁佢哋話喂，我哋分享到成果啊。係咪想搞啊？想搞啊？我哋出嚟幫你手啊！嚇。咁啊，所以話埋到班有一批人做咯，嚇、嗯。咁、啊、計過條數，嚇、啊、相對慳嘅，嚇、啊。咁、嗯、我嗰陣時中原都算相對大公司，但我 start 嘅新嘅生意，我都唔會話啊，我已經好大啦，辦曬嘢啊，又開張啊，請明星剪彩啊，冇啊。你 AM 七三零都係細公司啊嘛，係啱啱初生嘅公司啊嘛，所以用翻細公司嘅營運咯。咁啊，要用細公司營運咯嚇，家私啊。去野冷鋪買咯嚇！咦、欸，真係？梗係啦，有一張台係呢只款，有一張台係嗰只款，我怕咩啊？人哋會話，人哋會話蕭永清你咁慳家啊，咁鬼孤寒。早啲令到間公司有盈利，有錢你都壓力少啲啊嘛！你使咁多，將來公司虧損，你作為搞手，面目無光啦，封閉啦，啊、最緊要最後賺錢，大家要慳啲。所以我最初嗰年我都支持佢啊，我寫專欄冇收稿費㗎，到第二年尾開始賺錢，我先收翻稿費㗎。係咩？我以為你一路繼續支持落去唔好收啊嘛。唔係，公司賺錢冇理由免費㗎嘛、啊、你係做咗年就已經開始賺錢啦嘛？做咗接近兩年。年兩年，而家由 AM 七三零又開始，而家幾多年啊？六年幾就嚟七年幾啊！而家屬於係咩狀態呢？我哋第二年，即係第三年開始賺錢之後，以年計咧就未曾蝕過本。未曾蝕過本。個別月份啊，譬如過農曆年啊嗰啲有虧損。係。我前後我本來話投資第一筆就5000萬，第二筆如果做得好就加多5000萬，最終咧就用咗8000萬。嗯。咁咧就。開始盈利，而家譬如舊年咧就都有接近1000萬嘅盈利啦。唔錯啊，人人都蝕緊錢，你又可以賺到錢。免費報紙基本上當時三份都賺錢，我當時都笑話嗰啲報紙佬噶啦，我話人哋三份都賺錢，你都唔夠膽加入，人哋賺咗成。三四年啊，佢先至加入啊，所以雖然而家多咗爽報啊、情報 啊，我都話佢哋話香港人嘅創業精神差咗。我喺大陸做生意咧，冇錢賺嘅生意都好多人攣個頭埋嚟嘅。香港咧有錢賺嘅生意，我都唔敢去做。好公開噶嘛，我好透明度高。咩都講㗎你。咁啊乜都講㗎啦，明知人哋賺緊錢都。等了成三年幾四年才有人加入，所以我們香港人的創業的意志呢是比以前薄弱的。我覺得是這個會不會是由於是有一段時間太過安逸呢？因為現在年輕那一代個個都即是家裡差極的都不會沒得吃的，我們那時候哪裡有說做隱蔽青年的、什麼工都做著一份，所以我的女兒畢業我都說不要找工作啊，看監都做住先啦，我話哇，你唔好咁噶，佢幫人爭做香港看監。唔係，咁冇理由揾唔到嘢做噶嘛。乜都做住先，你可以騎牛揾馬嘅啫嘛。最緊要就係、是，咁人生都讀完書啦，點可以唔做嘢啊？我話嗱，我做過工廠雜工，又做過梳頭，幫公仔梳頭，做過打磨。咁即係冇過渡期咪乜都做住先咯。係啊，最緊要有心喺度做嘢啫。咁啊，而家我諗啲人冇咁夠膽，就因為有陣時即係有啲倚傍，有啲可以啊，即係安逸住。呢個亦都係可能香港人講創業精神咧冇近時咁高。所以我話明我啲公司嗰啲股份捐曬啦，我個女就嗰啲仔就
唔會享受到我做出嚟，咁等佢有個環境、人受環境影響，佢都冇得倚傍啦，咁我要靠自己咯。但係你係將中原嗰、那個即係拎曬出嚟啫，仲有 AM 七三零賺錢之後，我都擠咗落個自己基金，無望添，以為諗住 AM 七三零嗰個有得諗添啊。咁我老婆就一啲嘅，老婆可以唔俾噶嘛嚇？呢個就係啱啱判咗，哇！要俾好多喎，原來。我俾定佢先，唔使打官司嘅。係啊，係啊。是不是你那些都有些合約咁慢慢俾啊？冇，我就個人財富交俾老婆處理就算啦，唔使煩啦。但係我知道咧，一路都好多人知道你一樣嘢咧，就係管理嘅理念就係無為而治啊，即係唔好理佢啦咁樣。咁啊，呢個係咪對公司好，喺中原好 ，AM 七三零好，甚至無理即係？對教育你啲細路都係咁樣咧。無為嘅意思咧，即係尊重每一個人嘅意願。就因為我相信呢個世界咧係會自行演變嘅。世界上最好嘅系統、最好嘅組織咧，都係自組織嘅。譬如宇宙系統啊、生命系統啊，咁複雜嘅系統都可以自行自動波、自動波嘅有天道喺度噶嘛，天道無所不在噶嘛，所以咧就你如果管得太細微咧，就你嘅旨意咧搞亂咗，就影響自然嘅法則，所以等佢各自走位，啱咁所以就因為人咧一定係會自強不息嘅，其實你唔好以為你做老細，跟住控制一切、主宰一切，要係控制大局。其實佢哋啲夥計。表面上好似聽你支笛，其實佢好多因素去決定佢點解會咁做嘅。可能佢老婆生咗個仔要買奶粉，佢先低低地慣一鋪忍住你先啫喎。個仔大咗就唔睬你㗎啦。係啊，你估佢真係一定聽你支笛啊？所以佢係每一個個人都有自己嘅選擇。啱，所以你咁我俾佢有自己嘅選擇，最緊要公司咧就有個共同嘅願景。大家都覺得行嗰條路啱自己嘅，大家嘅存在對大家有幫助，做到嘅成果有個合理嘅分配，咁佢哋就自動波噶啦。最緊要咧，佢哋嘅命運同公司嘅命運咧結合喺一齊，佢嘅將來就係公司嘅將來，所以佢會幫我及住嘅。OK， 啱。咁啊，先生，我諗我哋咧，今日我哋嘅環節咧，時間差唔多，差唔多啦，舉牌舉咗好耐噶啦，舉咗陣啦，咁啊，呢啲叫無為而治啊嘛，我自動會停噶啦，咁啊，咁啊，所以我覺得我哋一行翻呢個政策就，咁啊，睇下大家自動波，咁啊，睇下啲咩問題啦。OK， 我有一張啊上咗嚟，梗係問你噶啦，依、這個應該唔係啊黎生啲同事嚟噶嘛？現在啊，佢話而家咧就爽報咧就出。早五晚報七三零咧，會唔會出午報或者晚報咧？咁樣唔會，梗係唔會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而家唔係冇人要啊嘛。我通常七點半派，未到九點都派曬啦。如果我仲有錢可以印多啲，我咪朝頭早印多幾份咁解啫嘛。咁點解唔印多啲啊？因為我咧就做嘢咧又好實際嘅，佢哋咧未有廣告已經印定。廣告得幾熱，哇！已經出話50万份、90万份。我咧就如果廣告商肯加廣告費嘅，我就會印多啲。即係如果我有盈利，我就會將盈利咧攞嚟改善內容，攞嚟增加發行量。但係如果我個廣告收入未增加，我去出五報出晚報啊，賺蝕本嘅啫嚇。所以我而家咧就。唔會出現另一個我印報紙唔係我自己嘅印刷廠，人哋幫我印。而家突然間多咗咁多份報紙咧，全香港嘅印報紙嘅機都唔夠用。係啊。咁我而家考慮緊要唔要買機，自己印。但係我未做呢行，我都唔知印刷機咁貴嘅，印報紙好貴㗎，你計。我啱啱打個價，如果要印 AM730 嗰啲機咧，要$3,000,000，2亿几啊！啊，佢仲唔係普通嘅工廠可以用嘅，佢要
要地廠要好高的樓底，三尺樓底，運入嚟嘅 loading 唔夠咧，仲要自己打裝。所以咧就部機你由落 order 到運嚟啊，都成要訂咗一段時間啦。因為啲機咧就唔係話做定喺度運過嚟嘅。你落 order 佢先至去逐個零件，逐個零件唔同地方做完運過嚟冚機試行，兩年都未必印到啊！哇，所以而家都嚟唔切噶啦，嚟唔切啦！啊，有啲人話即係佢而家我諗住咁多份有啲做唔住噶嘛，我仲係一年幾合約都做唔住，我咪頂咗佢位咯。佢本來幫你印緊，我覺得你掂啊，不如自己印自己趕你走啦。咁啊，我哋唔好講咁多報紙啦。咁啊，咁啊，有一個朋友啊問一下，誒、哎、呢、這個我都幾好。咁啊，佢就問一下先生你創業之後咧，遇到係最大嘅難題係曾經試過係乜嘢咧？你點樣克服咧？第一次遇到難題咧，1982年樓市下跌，因為嗰陣時戴卓爾夫人去北京跌咗交，個個都雞飛狗走啊嘛，啲有錢嘅都撤資啊嘛。咁嗰次其實對我係個打擊，因為生意少咗好多，但又逼我找到條路。因為最初我做地產代理咧係冇咩策略嘅，乜都做嘅，住宅做、工業做、商業做、鋪位做，樣樣都做，新界農地。丁屋 letter B 乜都做，都冇得做啦。我發覺如果樣樣做冇一樣精，所以咧就我拉尾咧就俾我揾到集中力量做一條村，就係、是、愉景灣。咧點解做愉景灣咧遠啊？坐船都幾廿蚊來回，冇人肯做啊！啊，蝕頭豬啊嘛嚇，咁咧就冇人做我做。當時我哋嘅細公司。但如果大公司大到仲良行，佢愉景灣派一個人做，半個人做，我成間公司得四條友，但我四條友都做愉景灣喎，所以愉景灣咧，我係最多人喺處做，我變咗愉景灣做得最好啊！咁所以咧就你喺成個公司同公司比，人哋大公司你細公司，但係喺愉景灣做咧，我就最大條天做。所以我學識呢樣嘢之後咧，我就唔全香港九龍都做啦，我逐條村逐條村做，做完愉景灣咧就學做致富花園、做城市花園、做太古城，一個村一個村慢慢食落嚟，將愉景灣嘅經驗咧就攞嚟複製嚇、啊。最緊要咧就我話要攞齊盤，如果你嗰個村你乜盤都有咧，啲客實光顧你嘅。如果你得人哋太古城有200個盤，你做啲唔做啲？你得30個盤，你話：誒，我介紹個平盤俾你，你係30個入邊嘅平盤喎，可能仲有170個喺出邊都平過你喎、啊，嚇、啊！如果太古城200個盤，你有齊198個，你話呢個最平，都好接近啦。即使仲有2個喺出邊，都平過你都排第三啦、啊，嚇、啊！所以我當時就知道一定要集中做得最好，人哋就幫襯你。咁所以嗰次嘅困難，亦都俾我揾到條路咯。又揾到條出路。咁啊，呢個朋友就問我，佢問你咧點樣可以喺又俾唔到高薪啲夥計嘅情況之下咧，又可以吸引到啲人才幫你做嘢喎？咁啊，其實我用中國最原始嘅方法叫分封諸侯嚇。啊姜太公分豬肉咁分啊，因為如果你普通，我見其他啲公司咧冇人工俾咧，就俾個好 title 佢，好多美資公司咧都俾個 vice president， 嗰做 sales 噶嘛，都話係副總裁噶，嚇、啊。咁我嗰間公司話喺啲豆泥寫字樓名不見經傳，你俾人做 VP 都人哋唔睺你啊，嚇、啊。咁所以我要俾啲嘢咧，唔可以純粹虛嘅。虛中有實，咁我買咗個香港大地圖翻嚟，佢翻工我話：嘿，我將北角以東，哇，俾曬你，幾勁 啊！你去做啦，做咗我就將其中1/3分俾你。你當緊自己皇帝咁，當係你嘅北角以東，唔係我噶嘛，喺個地圖畫一個邊。
但係佢好開心㗎，哇！先生信我，成個北角以東俾我，拉尾我去大陸都係㗎。我俾咗黃河以北，哇，仲大，哇，好嘢好嘢。佢話佢話先生，我啱啱畢業嘅啫喎，你咁信我？咁係啊嘛，我唔冇派嗰個得力助手去嘅，派得力助手岑田，因為個得力助手如果派佢去黃河以北啦，佢話先生你開始唔信我啦，充軍啦，嚇，咁你叫嗰啲唔想去嘅去，一定冇好結果噶，咁啊身嚟身豬肉。咪怼过去咯，佢都唔知几开心啊！吓、嗯，但你会唔会去又系做得好嘅时候，又系梗系三嚿水啊？唔系啦，今次我哋讲得好清楚，话做到点样分配系做之前分，所有同我做嘢嘅人咧清清楚楚都系未做讲清楚。嗯、我以前啲老细唔系噶，年尾分俾你咧，唔知佢点分噶吓？佢、啊、临尾先叫你入房。啊！攞本支票簿出嚟，揸支筆寫與未寫之間，咁啊問你嘢啦，等你篤下人哋背脊啊，講下啲秘密俾佢聽啊，睇下你忠唔忠誠啊，嚇、啊、拆唔拆佢啊，咁先俾我哋唔係嘅，唔使我計嘅，大家好清楚點計嘅，嚇、啊、咁所以佢哋咪有個目標咯，更加清晰咯。嗱、啊，依、這個朋友咧就問先生你點樣分配你嘅時間咧？嗱，又有中原，又有 AM 730。仲有創業基金，你點分配啲時間？仲有好多時仲要鬧人咧，係咪？同人傾下偈。我咧就屬於中意自由嗰啲人嚟嘅、除咗非做不可嗰啲咧，我個策略咧就係壓下，發覺唔做唔死得就唔做，因為邊度做得曬咁多嘢㗎？咁我要寫稿，日日要寫稿，我就。有讀者等住睇啊嘛，所以我朝頭早一早六點半起身，翻工之前寫嘅，因為我喺中原 AM 730啊，我個人投資唔係中原嘅，仲有其他股東嘅。一早起身寫，所以我一早寫，嗰啲係非做不可嘅。如果做完非做不可嘅，咪睇下邊個打電話嚟先，邊個追行我嚇？譬如呢個活動，我答應咗人嘅。就先做答應咗人非做不可嘅嘢，剩翻落嚟嘅時間咧就壓下，睇唔做得唔得，係嘛？唔做發覺唔死得嗰啲咧，就可以唔做噶啦，追過嚟先算。咁好多嘢其實唔使做嘅，唔使做都唔死得嘅。佢自動波又搞掂喎。佢哋自動波一陣又唔做，有時有啲人睇唔過眼噶嘛，咁佢做埋佢咯，咁又搞掂啊！係啊，出事嗰啲咪做咯。我嘅策略咧就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冇胃痛唔好食胃藥嚇。好多老細啊，最中意開藥方啊嚇、啊！你上司啊，成日都係扮自己有料到啊嘛。依度撩下嗰度，所以咧就。又話咩做啲咩 re-engineering 啊，又話要搞啲 ISO 900乜嗰啲，哇下低嗰啲多得佢唔少啦嚇、啊，所以我唔做呢啲衰人嘅嚇，冇事唔好搞佢，冇事唔好搞嚇、啊，所以我哋公司好少要寫報告，因為我唔得閒睇啊嘛。啊，依、這個又好，有事咪先處理咯。係啊，其實好多時有啲係。我就見日日咧開會，日日寫報告，你諗下嗰啲時間出去跑多幾趟好過啦。我做即係打工嘅時候，都間公司要寫好多報告嘅，我都好懷疑佢睇唔睇嘅。所以我有一次啊作咗隻鹹濕虎仔喺度，睇下佢有咩反應。原來一路都冇反應嘅，即係佢唔睇嘅。冇睇過。嚇、啊！淨係話要寫嚇、啊，寫咗又唔睇，咁我咪唔鬼寫咯，攞上個月嗰啲。剪咗個頭，黐啲落去又膠過咯。可能你寫得好睇一陣，笑到咳咳聲咁話俾你聽嘅。即係應該睇下邊啲嘢唔使做嘅就唔做。另外咧就係、是、人咧好需要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叫做有寂寞嘅時候、啊、因為有個哲學家話寂寞使人發現自己啊嘛。香港人咧就怕寂寞。就將所有嘅時間咧就安排到滿曬、啊、一有空時間咧佢就覺得要好好利用，就填曬啲嘢入去。咁人有時要反思噶嘛、啊、你如果冇嘢做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檢討一下，會反思一下你對自己
行緊嘅路啊，去到咩進度啊，你就會清楚啲啊嘛。所以咧就人需要有啲寂寞嘅時間，做老細咧最緊要有啲行下，即係話得閒嘅 hea 下。應該咧個公司咧就中國人叫君行臣旺，即係君即係做皇帝啦，老細要得閒啲，做大臣嘅咧要忙啲。咁啊，國家就會興旺噶啦！千祈唔好做老細啊，七十一嚇，夥計啊四點半就開始去廁所化妝啦嚇，咁個公司做唔好嘅，一定老細得閒啲咧，佢先有創意噶嘛嚇，即係如果專注做日做夜做咧，係攣個頭落去就唔會有新嘢睇到嘅。你得閒嘅時候先有創意，所以你話我點樣管理時間咧就？答應咗人嘅非做不可做嘅就盡量做啊，幾大都留翻啲時間可以啊有行下，可以想下反思下、檢討下啊，睇下有冇新嘢搞啊。另外咧就可以唔做嘅，盡量唔做，因為如果你去到高位咧，一定係做唔曬嘅，所以你唔係揾嘢做，睇下有邊啲嘢可以唔做都得嘅。嗯，好啦，咁啊時間關係啦，我哋最後兩條問題啦。咁啊，一個朋友咧就問：喂，點解你咧一方面咧就，我諗係意思就係一路一路開展業務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喺一路擴大個地盤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喺深圳嗰度咧你就刪曬啲代理喎。唔係刪曬，要個市場可以承受幾多少，我開幾多少。邊度有人鍾意三鋪㗎？梗係開鋪嗰陣時興奮過三鋪啦，咁、問題嘅市場萎縮㗎嘛，即係大陸呢就限購限貸咁、你都唔點解以前開咁多呢？因為深圳樓唔係淨係賣俾深圳㗎嘛，佢隔離左右都可以嚟買㗎嘛，咁所以咪生意好，咁你咪開多幾間囉。生意冇啦，你死頂雷火計喎，人哋大好青春去做一啲冇前途嘅嘢嚇，你梗係俾佢要去啲好嘅地方啦嚇。咁所以好嘅時候，我哋開得好快嘅啊！啲同事問我點樣開分行，我個策略好簡單嘅，就我叫亂咁開，有位就開嚇。你睇香港都係㗎，有啲地方我一條街都開三四間㗎，對面馬路開間，見就開。佢哋唔係㗎，最初我啲同事又話要做下咩 feasibility study 啊，研究下啲人口啊、啲購買力啊，研究嚟有鬼用咩？你估成個市場你㗎、你最緊要有生意嘅時候咪盡開囉、你計到出嚟有，你估你做㗎？你做得渣個人就俾人哋做嘅啫嘛，所以做到就做，時機嚟就做，快脆霸地盤做。所以呢個亦都無謂嘅。OK， 好，有空間就落。係啊，咁啊，呢個朋友咧就知道你有個即係創業基金啦。咁當然你用創業基金，梗係有你個角度嚟邊啲先投放落去啦，就投資內啦。佢就問話點樣先可以成功咧？將個計劃書咧，令到嗰啲天使投資者啊，或者係創投基金咧，會即係會睇中佢。嗰啲普通嘅創投基金咧，同我啲唔同，我啲係實際嘅，係支持人哋做生意。出面嗰啲天使基金啊、創投基金咧，其實係啲好多投行啊想揾錢嘅啫嘛。佢咪如果你嗰啲啊專揀嗰啲可以揾到小股東落達嗰啲，咪投咗入嚟就包裝過去上市。咁啊，賣俾小股，我咧係賺市場嘅錢，賺顧客嘅錢，就唔係諗住賺小股東嘅錢。如果賺小股東嘅錢，你淨係上市呃筆啫嘛，咁比較實際好多啦。比較實際啲嘅，我主要唔係睇你有冇創意，因為新嘅生意咧死亡率好高嘅。我投嗰啲唔係一定話將來會。有上市啊！呢樣嗰樣，即係好大發展嘅。你開間茶餐廳，我覺得你係有心機做嘅、你會落力嘅，我都可以支持嘅啦、你其實最緊要就睇個人有冇心，有冇去做，就唔係一定要咩又要創意又要創新，反而實實際際嘅話咧，最初其實最好你自己做過嗰飯，
你喺呢行做過有翻三五年，對嗰行有認識嚇，咁你出嚟做咧就機會多啲咯。咁而家你派即係唔係派啦？投資禮一千啦，仲有一千萬。如果睇啱好個即係個案咧，其實加碼唔緊要。我哋喺網上面仲AM 七三零創業基金，你可以入去 download 啲申請表啊，睇下啲要求啊，你都可以繼續投。哦，就做個生意未啊？又唔論年紀啊，冇問題啊。年紀就冇論，但係咧就要求你出嚟社會做嘢，起碼三年。起碼三年。係啊，如果你啱啱畢業，我唔夠膽俾你。咁做嘢做咗超過三十年咧，又得唔得咧？做嘢做得超過三十年就唔係唔得，不過呢個時候其實應該係安排退休嘅時候。你仲嚟搞啊？嚇！我而家嚟申請到嘅大部分都係廿歲尾、四十歲前嗰啲為主。係。嚇！好，咁啊，大家朋友咧翻去又真係要睇一睇，咁啊遞啲報即係嗰啲報告入去啦。咁雖然咧就唔係阿先生直接睇，下低有班同事去有個 committee， 我喺個總嘅 committee 入邊，我都係一個成員，但係日常睇啲申請表就唔係我睇。好，今日咧我再次多謝阿先生啦， okay， 又再次多謝咧各位嚟參加。咁啊，亦都好希望咧，我諗我哋下一次揾個機會咧，到咁上下又揾阿先生嚟 update 下呢個創業基金嘅最新情況啊嘛。多謝曬先生。